没睡觉？嗯，昨天没睡好，我要补个好觉。看什么？好久没看你脱衣服了。不是说要补觉吗？工作这么忙，怎么还有肌肉啊？是人是妖半转。这次休息多久？你明天去上班，我就走了呀。上次不是说休假两个多月吗？电影抽期了呀，然后又突然冒出几个退不掉的工作。